我刚刚有问一些母语，再问一点点哈。这旁边是山哈，山怎么讲？哎，我刚刚就想到他会问山是谁？是哦，是什么？木头。嘎修。树。嘎修。树是嘎修。石头。阿奇鸟，哎，阿奇鸟吧。老鼠。阿奇来。哎，那个。嘎啾来是蚯蚓哦，嘎啾比是蛇吗？你们是念阿啾比还是嘎啾比？阿啾比，那阿啾来好像是蚯蚓，蚯蚓会不会讲？不会。哦，水怎么讲？水。不知道。下雨。下雨。很热。很热。那个马丘。你这两个假台湾族哦，忘记了啊、哦，反正忘记就是忘记。马丘，很烫是马丘呀。很烫跟很热不一样，有时候烫到啊。你会问阿姨很热怎么讲？来问一下，问阿姨很热怎么讲？哦，一样可以问啊。弟弟专心一点，手头在录影，你给我看旁边，你没礼貌。看这里，那个这个现在有风怎么讲？还没有雪哈、啊，你打屁股哈、啊。那个很臭怎么讲？沙石虎，很香啊。那很臭，再念一次。沙石虎哈，鸡蛋怎么讲？我都说我最喜欢那个乌有是鸡。乌有蛋呢？不知道。毛。那个狗身上有毛，我们身上有汗毛，毛怎么讲？毛那个，我没有学过那么那个。那个蛇。蛇，那个什么阿丢比。那百步蛇的专名字叫什么？百步蛇的名字。我们没有。那你们那个桃湖怎么讲？你们不是有三宝？哦，台湾三宝。对啊，铜刀。那个。琉璃。铜刀，然后。桃湖。桃湖，然后琉璃。琉璃怎么讲？琉璃怎么讲？我忘记了哦。那个什么？妈妈怎么讲？伊呢？爸爸。爸爸呢？伽马。伊呢是那个。伊呢伽马。伊呢。哦。伊呢是那个妈妈，然后伽马是爸爸。哦。好，那个。刚刚有问你们家怎么讲，再讲一次家。乌马、哦、回家怎么讲？拜乌马。门怎么讲？屋顶窗。没有学那么细。哪有很细？所以才叫你们要录影啊，用手机去学，懂不懂？会。懂啊、哦。嗯。现在几岁了？十二了啊、哦。十二，今年十二。对，你要把母语定到像你的国语一样，很那个，就是很生活化。大量录影哈、哦，怎么样？有。以后那个就去炫你的母语，懂不懂？长辈就常常会给你们包红包，懂不懂？那个收获节啦，什么五年祭啊，都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母语，懂吗？懂哈？好，那个我再问几个哈，衣服怎么讲？嘎修哈。嗯。嘎修啊。是什么？洗衣服会不会讲？洗衣服、晒衣服。不会。啊，就是。哎，我记得我们有那个号，那个注意认证里面有。来，不要不要，弟弟、那个啊、注意测验。弟弟不要管那个认证，大量手机去拍母语，懂不懂？嗯。啊，要跟，好，我在最后面结束哈。那个，你们都有看过手术拍什么影片？那个，我看那个什么。最有印象的什么影片？才查的。什么？啊？你问那个，很久以前问过那个借打国小的。哦，这个最近的。哦，借打国小很久以前。嗯，有，对，有拍过。那你应该是很小吧？那好像很久以前。那时候我还没有那个。还没生出来。还没有。
该是两，应该是两，应该是两三岁吧。哦，哦，那希望叔叔多拍哪一类的影片？大概我们都可以拍那个风铃机。哦，风铃机，各组风铃机。哦，各组风铃机。那这次来是你们的本来那个新富社区哦，今天是来看那个，他说改到十七号，他们的那个收获节啊。11号吧，他说17号，11号是我们成果展，10号是本来是今天本来是新富社区的，然后下午3点，他那个代表说改日期了，好，那个嘉兰部落介绍一下有什么特色？我们这里观光，这里是那个金峰乡，我们金峰乡里面最大的那个。最大的部落也是人数最多的。那里面有温泉？有，但是进不去了。哦，有那个西侧那边有一个温泉。温泉怎么讲？下次要问一下老人家了。哦，那个现在溪水哈很浊，很脏，很脏怎么讲？然后上面在施工都是泥巴，很脏怎么讲？脏。嗯。那个泰鲁哥叫 low 脚。大家搂脚就很伤。那个呢，人家外面在那个人家在讲台语的。嗯，下次要问哈，这个都是很生活的，手脏了要洗手嘛，对不对？有听懂啊？好，那个，介绍一下你们的排湾族名字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是排湾家卢凯，那你呢？妈妈都排湾族。他也是排湾家卢凯。哦，排湾家卢凯哈。那卢凯的有学吗？卢凯，随便给我两个单字会的。卢凯，你念念，你先。伊娜，妈妈。对。比较不一样的，但发音一样嘛，哦，讲不一样发音的。你刚刚讲什么？马拉嫩。那什么意思？也是很像谢谢。哦，马拉嫩。沙包马嘎娜。什么意思？也是谢谢的意思。沙包马嘎娜。沙包马嘎娜。沙包马嘎纳尔，纳尔，纳尔，好，你们有一个耳的音哈。你这个拍片都不专心哈，一直看旁边影啊。两个都同年级吗？你比较小，你现在六年级。那你是升国一？那你是哪个学校？你是介达国校。我介达国校，你是之前是介达？对。现在念大五。吴大师 BB， 哦，对对，好听。他姓吴叫大师，他妈妈叫，哦，不，他的老婆叫 BB， 哎，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，啊，BB 是洞口。好，再来介绍吴大师 BB。吴，啊，大师，那就 BB。吴大师，真牛 BB。吴大师，真牛 BB。刚到那个金峰分住所哈，就是在嘉兰村哈，嘉兰村的分住所装水，然后谢谢警察送两瓶饮料，就是往乡公所的路上，然后也谢谢刚刚警察赞助50块，让我在这里吃泡面，感恩。五大师 BB 五大师。起来！